请掀开经本，课注第27面，经文倒数第二行，从这个小科执心静思看起，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经文虽然只有三句，这三句话是整个佛法修学的中心。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为我们讲的修学的基础，三世诸佛共同的基础，敬业三福啊。第一句话就说的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佛法从这个地方开始。最后圆满了，也是这一句。那么要怎样从开始达到圆满呢？这就是今天经里面呢讲的这三句。彻始彻终啊，我们一定要遵守的。第一句话呢，恭敬三宝。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啊。如果不能够恭敬三宝，孝亲跟尊师都没有了。所以古德测验学人，来参学的人，看看这个人能不能成就，这个。以前人所说的，这个人是不是法器？也就用现代的话来说呢，他具不具备学佛的条件。如果是具备学佛的条件，这个人叫法器。他在这一生当中啊，可能成就。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呢？他就不可能成就。三宝是佛、法、比丘僧。那就看无论是在家、出家，学佛首先要从恭敬三宝学起。可是现在有许多人提出质疑，有许许多多这个比丘僧尼呀，他不如法，我们对他还要恭敬吗？恭敬心不但没有了，
轻慢性的毁谤啊，甚至于侮辱啊，通通都来了。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社会呀普遍看到的事实啊，没有错，出家人做的事不如法啊，那是他的事情啊，与我不相干啊。我要想成佛，我一定要恭敬啊，他是恶人。他天天做坏事，天天破戒，天天犯规，我对他还要恭敬吗？没错，我对他还是恭敬。我这个说法，懂得的人不多，大家听了啊，都感觉到茫然。为什么要恭敬呢？他有佛性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我们是看在佛性上恭敬他，他所作所为他自有因果报应，那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条礼敬诸佛，并没有说破戒的比丘、比丘尼可以不要礼敬，没有这个说法嘛？既然没有，就要平等的礼敬。为什么呢？礼敬是自己的性德了，它不是别的。我们修行修什么？把自己的烦恼习气修掉。修是修正呢，把自己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这个都不是好东西啊，把它修正过来。我们自信里面本具的性德，就是礼敬。所以我们学礼敬，不是学别的。恢复自己的性德，你说这个事情多重要呢？绝不能因为外面的逆境恶缘，我们就随着它转了，把自己的性德永远埋葬掉了，这个可惜啊，这是愚痴啊！又何况你要是真正依照这个方法修行，你得的好处利益太多了。这个是大家都能够明显觉察到的。敬人者，人恒敬之。你尊敬别人，别人一定尊敬你。你瞧不起别人，人家怎么会瞧得起你？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吧。爱人者人恒爱之啊，助人者人恒助之啊。你种什么样的因啊，他就有什么样的回报啊。这是真理，这是定律，永远不会改变的。佛菩萨也不能改变这个定律。所以佛教导我们是至善的，佛对于一切众生就是礼敬，所以不但是教我们恭敬三宝啊，诸佛如来啊，他们带头做啊，所以佛家常讲啊，佛眼睛当中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这个话是真的，一点不假。佛经上常讲三世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
哪些是未来佛呢？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这个说法实在讲是佛的方便说。我们听了可以接受。如果真实说，我们听了就不懂了。佛在华严圆觉里面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个话我们就很难懂了。所以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恭敬备至啊，一丝毫虚假都没有啊。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说实在话，就是从恭敬学起。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条，礼敬诸佛。我们这一条做不到，其他的全部都没有了。十愿就好像十层大楼，礼敬是第一层，没有第一层，你们想想哪里还会有第二、第三？全都没有了。不但佛法从礼敬入门，世间的学问呢，也从礼敬入门。去年我们印过《礼记精华录》，《礼记》这本书是儒家的，等于我们佛教的律藏。那是儒家的律藏啊，分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来读诵。古人啊，有心将这个书里面重要的部分揭露下来，做个精华录。我们同学们每个人都有一本呢。你们翻开头一篇头一句，去离曰无不尽，这一句话跟普贤十愿的第一句离尽诸佛意思完全相同，说明世间的学问怎么成就的？无不尽成就的。敬人、敬事、敬物，一切恭敬啊，这样才能成就啊。我们今天学佛，何以不能成就？不知道恭敬。自古以来，祖师大德、大善之士，他们接众，就是佛家讲的戒引大众，他并不是有神通啊！不要都以为哦，这些人有神通，哪是神通？他是看你的仪态、言语、动作，人家是观察这个，看到你这个人呢有恭敬心，对人、对事、对物有恭敬心，这个善知识就特别照顾你。为什么呢？你有成就，就是说你是个法器，你具备了学习的条件，教你不会白教。如果你对于人事物没有恭敬心，你虽然亲近，他不会教你。
你只跟大众随着听就好了，不会单独特别来关照你。为什么呢？你不能成就。他要把这个精神时间放在你，那是浪费。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学会了怎样去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真正能有成就的人，就观察他对于一切人事物有没有敬意，有没有恭敬心。三宝，这个地方的三宝非常简单，所指的就是住持三宝。第一个是佛宝，佛今天不在世间，早就离开我们了，但是佛的教化依旧流传到今天，这个教化是经典啊。我们接受佛的教化，对佛表示恭敬，感恩戴德，所以我们造佛像，来表达我们的敬意。佛像，有一定的规矩，这个规矩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叫《造像度量经》，这个里面说明造佛的形象、菩萨的形象、阿罗汉的形象、护法神的形象很多很多。照这里面的方法去造，造像的种类很多，有泥塑的，有木雕的，有石刻的，还有金属铸造的，乃至于彩画、绘画、画佛像的。这些佛像，这个大致上是相同的，面貌当然不一样，不可能呢，使每一尊佛像面貌完全相同，这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因为佛没有一定的像。不但佛没有一定的相，阿罗汉的相就能随众生心起变化的作用。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印所质量像我们上一次在马来西亚，我们访问了一个缅甸的佛寺，见到他们用缅甸石雕的这一般称缅甸玉佛，我们同时见到了20多尊释迦牟尼佛像。释迦牟尼佛的面孔，第一尊呢，印度人，印度人的面孔，这个第二尊呢，
好像是尼泊尔人，一尊一尊的看的时候，就是东南亚各个民族的面孔。我们中国人的面孔是摆在倒数第三尊，下面呢，这就是韩国、日本，才知道啊，佛菩萨相貌多么亲切。你是哪里的人，他那个相貌就跟你一样，跟你同一个种族，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种族。所以佛菩萨的相貌是会变化的，让你见到了生欢喜现。这一组像非常非常难得，我让他们把它照相照出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佛确确实实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并不是不会变化的，千变万化。我们对佛，佛是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恩惠最大了，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我们得到他的教化，才能够在一生当中永脱轮回，永脱生死。现在这个世间苦多乐少啊，大概90%是苦啊，乐不过占10%而已啊。这是讲我们东南亚这个地区，有许许多多贫穷落后的地区，他们只有苦没有乐啊。我们要常常想到，今天还有同学来告诉我，许哲居士还照顾10几位非常贫穷的老人，这些老人很可怜，每一天在小摊里面吃一餐饭，2块钱都付不出啊。许哲居士帮助他过日子，每一天供养他们2餐饭，中午饭晚餐，一天4块钱。在新加坡地区还有这样苦的人。养这些老人，10几个老人，他们告诉我一年要3万多块钱。我们听到了，怎么能不伸出援手？世间苦人还是很多很多，我们要知道，要去打听，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们。我们自己生活上能够节省2块钱，节省4块钱就能帮助他一天的生活。常常存这个心，你就有福了。浪费是造罪业。想想看，我用钱，我能够省4块钱，你看他就能过一天，一天温饱。我们怎么可以浪费？这个世界还有比他们更苦的人。
前两个月，天主教的修女来告诉我，非洲啊，那边的人很苦啊，比我们新加坡这个老人还要苦啊。不但贫穷，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的疾病产生。我们对于天主教的这些修士修女，我们很尊敬。他们在那边做了十几二十年的工作，救济这些苦难的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在这边去做，我们也送一些钱去帮助他。那么有一些佛教徒看到我们这个做法，不以为然，认为什么呢？法师，你的钱是十方供养来的，你应当用在佛法上，你怎么可以去帮助外道？我听得很多。你说我应当用在佛法上，我是用在佛法上啊。你把钱给其他宗教，怎么是用在佛法上呢？四弘誓愿你们都念过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句话怎么讲法？其他宗教是不是众生？那你念这个四弘誓愿还得要加注解，众生无边誓愿度，其他宗教一律不度，是不是这样的？哪有这种道理呢？他是众生嘛，既然是众生，我们就要帮助他嘛。你再仔细观察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当年在世，他不是一个地区人物啊，不是一个国家的人物啊，他是世界人物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十六大国王皈依护法，那就是告诉你是十六个国家了，他不是一个国家。世尊帮助一切众生啊，不分国土啊，不分族类，不分宗教，一律平等的关心、爱护、帮助他们。而我们实在叫迷惑颠倒，心量太窄小了，门户之见太深了，死在佛教里面，这个圈圈里面，都没有办法超越一步，你还能出得了轮回吗？错了，大错特错，这是真正的不解如来真实意。所以我们学佛就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我们造释迦牟尼佛的像，念念不忘他老人家，时时刻刻用这个形象来提醒自己。我们见到佛像要顶礼三拜，古时候礼还右绕三匝，现在我们这个没有了，只顶礼三拜了。
表我们的真诚恭敬。可是正更重要的意思，要把这一份真诚恭敬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跟对佛同样的真诚恭敬，这叫学佛。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轻慢，这不是学佛了，所以你的道业不能成就。学了多少年，别说大悟了，你小悟也没开啊。何以古时候的大德？我们看《高僧传》看《比丘尼传》，看《居士传》，看《善女人传》。古时候人修行，3年到5年开悟的太多太多了。10年8年正果，比比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人能，现在我们不能？我们要多想想这个原因呢。原因到底在哪里？佛的法没有错，这是说佛所讲的理论跟方法都没有错。那一边没有错了，那错一定在我们自己这一边。一定要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啊。佛菩萨慈悲，怕你找不到，在经教里面时时刻刻提醒你。我们也每一天都在读诵，甚至于一天重复好多遍，但是依旧是麻木不仁，这就没法子了。这种麻木的现象，就是佛法里都常讲的业障太重了。我们在讲习里都常说，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不肯帮助众生。这就是常说的没有菩提心啊。这怎么能成就？没有发菩提心，天天跟着佛也没用处，也不能成就。不必说佛了，我们去看《六祖坛经》这是祖师，多少人亲近他老人家，一辈子在他身边都不离开。有没有成就？没有成就。也有人真正成就的，一生当中只给他老人家亲近一天的时间，永嘉禅师他到曹溪去参访六祖。一天，一天
还是六祖留他的。他跟六祖见面，这一问一答，答完了他就走了。六祖把他叫回来，他说："你走得太快了，住一天吗？明天再走吧。"所以禅宗里叫一修觉。由此可知，真正成就的人，要不要跟在老师面前？不要。身不要，心要。心跟老师的心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是真正跟在一起啊！天天跟在老师身边，思想境界言行完全不一样，一辈子也没办法成就。永嘉禅师是一个好榜样啊！那么现在我在新加坡讲经教学，我知道也有许多人不在新加坡，他们学的真有成就。他从哪里学呢？从网络上学。我在新加坡每一场的讲演，他们都在网络上收听。他们有成就啊！这些人真干。何以他有成就？他有恭敬三宝的心啊！关键就在这一句。恭敬不是挂在口上的。什么叫恭敬？真正恭敬是依教奉行。这个佛宝今天是佛像。佛在世，三宝是以佛为中心。佛灭度之后，三宝是以法为中心。我们对法宝有没有恭敬心？这一点李牧原居士跟我讲过，他说他没有去中国大陆之前，认为新加坡学佛的人都很不错，对三宝都相当恭敬。到大陆上一参访之后才知道，我们要跟大陆同胞去相比，天上天下不能比。人家看到一本佛经顶在头上双手捧着，法宝对他们来讲太稀有了，太珍贵了，他们看得重。我们这边是呢，印刷印的太多了，得来太容易了，没有把它看在眼里。
没有恭敬心呐。所以我们的成就比不上中国人。李牧原居士每一年都要到中国各个地方去参访，每一年都要去六七次，他给我们震慑，他真的。前些年那时候我刚刚到此地来，他从五台山回来，那个地方贫穷落后，物质生活非常艰难，但是送钱给他，他不要；送物质给他，他也不要。他们愿意过最苦的日子，他要什么呢？他要法宝。所以你送经书去，送录像带，现在送 VCD， 他们是顶戴接受啊。看到他那种真诚恭敬，我们生惭愧心啊。往年送到那边去录音带，这个录像带，他们反复的听，那个带子会磨损呐。录像带的影像都很模糊了，声音几乎听不见了，他们还是跪在那里专心在听。我们外地人看到这个现象，心里难过，流泪。想想我们自己得到太容易，毫无珍惜的意念，你怎么能比得上人家？法宝决定要流通啊，法宝不可以集在那个地方啊。我自己不读啊，赶紧要送给别人去读。这是无量功德，不能收藏，财物也不能收藏。今天天下有很多在饥饿边缘之中，我们的财富太多，攒集在那里，人家在那边受苦受难。应当把我们多余的去救助他们。可是我们要能体会到佛陀真实的教诲，救苦救难最彻底的方法，最圆满的方法是教育。人要不受教育，没有智慧，没有能力，他就永远不能改善他的生活。再慈悲的人救他一生，养他一生，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一定要教他了，帮助他开智慧，帮助他获得技能，他不但能够改善他的生活，同时他也能够对社会对众生有真实的贡献。
这才是彻底的救济。佛家讲慈善救济，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这是慈悲救世的圆满的典型，我们要能体会得到。那么今天由于最近呢，这将近一个世纪，尤其是最近的半个世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一般的国家地区都锁定了一个目标，追求财富。追求科技。没错，这些年来科技发达了。有若干地区财富获得了。我们要问，他这个做法是不是真的正确呢？追求财富，他就得财富了。如果是真的，自古以来，这不仅是佛教，几乎所有的宗教古圣先贤的教诲给我们讲的因果定律，那不就推翻了吗？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人不相信有因缘果报，认为什么呢？财富是我们创造的，科技是我们发明的，因果报应这个说法，那是古人欺骗众生的愚民政策。一口把它否定。我们听听他们的话，似是而非呀。怎么说似是而非呢？如果说这个财富能追求得到的，有人经营发财了，为什么有人经营失败了？同样的有这个聪明智慧，同样呢从事于这个行业，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如果财富是我们创造的，应该每一个创造的人都成功，不可能有一个失败的。毕竟成功的少啊，失败的多啊。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是美国，美国还有乞丐啊。我们在美国还遇到乞丐布施过他们呢。所以我们细细去观察，依旧逃不过因果定律啊。你发财，你命里头有财富啊，绝不是你自己创造出财富来，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跟你干同样一个行业，你干成功，他干失败，命里没有。你从事任何一个行业，
那是缘。啊，一命里面有，这是因。啊，因跟缘结合，果报现前。命里头没有财富，你虽然缘具足，还是不行，还是得不到。啊，所以他们说的话似是而非呀。圣贤人几千年传下这个大道理呀，正确啊，绝对没有错误。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怎样去修财富？啊，命里没有财。啊，命里的财从哪里来的？过去生中修的。你修因呢，你才能得果报。你不肯修因，哪来的果报？因是什么呢？因是布施。佛讲得好，财富是果报，财布施是因。习惯以财物布施一切众生，这个人命里有财。越施越多啊，财是这么来的啊，命里有财，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都发财。啊，你发财还肯财布施，那你这个命里面的财就太多了。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呐。啊，欢喜以事出世间法教化一切众生，这个人有智慧，得聪明智慧。啊，健康长寿是果报，无微不施是因。啊，所以人只要肯修这三种因，啊，那么你一定会得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的果报。过去生中没有修，现在修还来得及。啊，诸位呀，细细去看看《了凡四训》这个小册子，你就明白了，那是事实，不是骗人的。啊，《了凡四训》呢，这三样都不足啊，才有一点不多，啊，聪明智慧也不大，寿命也不算长，啊，53岁的寿命。啊，他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把这些大道理讲给他听，他懂了，认真地干，所以他应验了佛家所说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得的财富超过他命里注定的，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通通超过。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他活了70多岁，多活了20多年了。啊，这一生修的呀。所以你真正明白，真正知道，你晓得怎样去修因，如何获得果报，果报现前，说实在话也不是个好事情。啊，为什么呢？许许多多人被果报啊，把这个头脑冲昏了。没有发大的时候啊，做的坏事少啊，发大之后啊，好，做的坏事就太多太多了。福报享完了，
恶的果报现前。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舍得的意思很深呐。你布施不是有得到的吗？得到之后，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舍得了。这个是聪明到绝顶啊！能够把自己所得到的时候，也能够舍掉，你才能成佛成菩萨。你才能超越三界六道。天人比我们聪明，根性比我们利。我们在佛经上看到，世尊常常在天宫接受这些天王礼请呢。讲经说法了，佛常常劝导他们呢，大喜大舍即含食啊，天人的福报大啊，大在他修大音呐。我说他们修大音，比我们修的大。我们看他们的修行呢，真的在修大音呢，大喜大舍。我在这个20多年来，念念想着。帮助老人因为现在社会的趋势，真正修行一定要退休之后为什么呢？万缘放下了，你的心是定的年轻时候你有工作，你的顾虑很多，你的思考很复杂，无利于修行。修行一定要退休之后，你的儿女已经成立了，男婚女嫁了，事业也都有人继承了，通通放下了，这个时候好修行。这个时候要认真努力所以我在美国看到美国的老人公寓，我非常欣赏看到澳洲的退休村所以我就有弥陀村这个想法诸位要知道，我只是想，空想而已。我不可能去做我一生还是追随释迦牟尼佛一生呢讲经弘法教学，其他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要一问别的事情我的弘法教学工作一定就受到障碍了如果这个世间弘法教学的人多，我就会去办弥陀村去。为什么？有人干嘛？现在弘法教学没有人干呐！我不干，找不到人呢，这是逼着没有办法。只好走这条路子搞弥陀村是护法我常常讲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我讲大家未必相信
后来我在《涅槃经》里面看到，佛果然是这个说法，我没说错啊。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还没有看《涅槃经》啊，以后看在《涅槃经》上，哎，佛也是这个说法啊，我没说错。护法大过弘法的功德啊，没有人护法，佛法就不能常住在世间。佛法能住在世间，一定要有护法的。弘护是一体，比什么都重要啊！尤其在末法时期，这个是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你要想弘扬正法，谈何容易啊！嫉妒障碍呀，太多太多了。你在精神上种种的打击，你怎么样去承担？还有人恶意的来破坏，你如何去招架？没有护法，那怎么能成功？所以我常常做比喻，护法的人好比办学校，他是学校的董事，学校是他们办的。弘法的人员呢，是这个学校里面的教员，教员是他们聘请的。这个教育办成功了，董事长董事的功劳啊，那不是教员呢？你看国家奖励奖牌发给他们呢，不发给教员呢？我们出家讲经说法是当教员，不是当董事，不是当董事长啊。在这个地方，李牧原居士他是董事长，他是护法，我们是他聘请来教书的，来上课的。所以这个教育的成功，能够让大家得到殊胜功德利益，李牧原教化的，我们一定要懂得。决定不可以说这是净空法师在人教导的，不是李牧原居士教导的。我跟你们说的话都是真话。我这不是谦虚，这是个道理，总得要明白。没有他主持这个道场，他不邀请我们到这来，我们怎么可能到这边来弘法？怎么可能到这来教学？这个弘法人才培训班也是我在讲经里面偶然提到的，所以我只会说，他听了他就真干，他就真办一个培训班来，那好了，我就被他拴牢了，只好在这个地方常住一个时期来帮助他，这个叫随缘而不是攀缘。如果我们自己到外面去经营筹募来搞这个培训班，那我们就是攀缘了，攀缘很辛苦啊，随缘很自在呀，我们说说弥陀村，他真的搞弥陀村，搞得很辛苦。你看，三个机会，我们都没有能够得到。现在最后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你们看到今天那个，你们从一楼来，
一楼那个空地方原来堆的那些面粉的地方，现在都搬开了，准备在那里建。啊，我听说要建7层大楼或者8层大楼，建上来。我们这个讲堂上面呢，再加2层。啊，他的估计将来可以能够住400-500人。新加坡的地不容易找到啊！啊，找了1年多啊，到处去找啊，最后都谈不成功啊！土地很不容易得到啊，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把居士林再加高，往空中发展。啊，26号开工，很快了。今天20节，今天21是吧？26号再有5天就开工了，啊，所以我今天这个进门来的时候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醒一下，因为下面呢，这是储藏的米跟面，啊，还有蔬菜，啊，一定呢要好好的把它隔开，因为开工之后灰尘决定难免，啊。要防止这些灰尘，啊，因为它都是吃的东西，啊，也要特别注意的，啊，这个26号开工，啊，那么将来建到5层呢，我们这个讲堂就会受到影响，啊，李牧研究师也想到了，将来建到第5层呢，我们讲经就到4楼去讲。啊，念佛呢，就到下面那个大殿去念。啊，等到他这个建到这个7楼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上讲经。啊，那么这是一个权宜的办法。啊，所以对法一定要重视。啊，佛灭度之后啊，三宝的中心是法宝。这些年来，我们培训班的教学，实在讲，我们跟任何一个佛学院都不能比，比不上别人的。啊，可是同学们呢，对我们这个班还挺爱护。啊，你看看。别人家佛学院都有一大套的教学计划，啊，什么教学方针文件一大堆，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人家问我们要资料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啊。那你说我们怎么教的呢？我们也不晓得。啊，我们是。自古以来，代代相传老办法。啊，这个办法从谁开始的呢？阿难尊者开始的。啊，我们是这个方法。复讲小作啊，我们是这个办法学成的啊。阿难尊者借集经藏，就是复讲小作吗？啊，所以复小作，这个是佛教代代承传，啊，培养弘法人才，从阿难尊者那里开头，几千年没有改变过。啊，我们学的是老办法。我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复小作，啊，李老师每一个星期讲一次经，啊，星期三讲一次经，星期五讲一次古文，啊，儒家的东西。我跟他学经，
所以每一个星期我也复讲一次，把他老人家所说的，我们绝不能够更改，绝不加自己的意见，重复讲一遍。我们是这样学出来的。学古文的人要重复讲古文。这是中国古老的教学方法，教私塾的方法，穷秀才教私塾的方法，不是新方法，老方法。这老方法比新方法有效果，这个大家现在体会到了，老方法有效果，有非常殊胜的效果。学经教呢，只能学一门，一门深入，一遍一遍重复的去修学。严格的说，什么时候你才可能涉及其他一切经论呢？标准是开悟，没有开悟不可以。没有开悟，你涉猎的越多，你的心思越杂乱，那么你所学的佛学常识不是智慧，标准在开悟，悟了以后，那你什么法门都可以学，什么经典都可以看，什么人讲经说法都可以听。为什么？你有智慧，你多听多读，增长你智慧，绝对不会产生副作用。智慧要不开，听听这个法门不错，那个法门也很好，于是样样都学，就学乱了，最后一门都不能成就。所以佛家是任何一部经论，任何一个法门，绝对是一门深入，深入的标准是开悟，大彻大悟啊。教下讲的大开圆觉，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悟后起修，那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了。没有开悟之前，决定是一门深入，悟后才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次第我们要懂不要小看一部经呢，一部经悟了之后古人讲的话，一经通，一切经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我十年只学了五部经呢，那算是很特殊了。别的人老师是不答应的，我还学了十部，这个五。五部分量都不大，第一部经阿难问世佛即凶经，好像常普在讲，这是我学的第一部经典，第二部是佛说阿弥陀经，第三部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就是那一卷，这个别行流通的这一卷。第四部学的是金刚经，第五部学的是楞严经。我的根底
是在楞严上，用的功夫最深呐。这个是在台中10年了。华严经，我请李老师讲，那是我们8个同学发起，请他老人家讲这个经。讲这个经是什么因缘呢？有一次，他在中心新村讲演，我们是常随众啊。老师在哪到哪里，我们都是跟到哪里，一步都不离开的。他在讲演当中说，他生死自在，想多住几年呢，他可以做得到；想什么时候往生，他也能做得到。我们听了很惊讶，为什么呢？如果他没有这个功夫，他说这个话叫大妄语。大妄语是堕阿鼻地狱的，这个话不可以随便说的。我们听了之后，我就找几个同学商量，老师有这个功夫啊，我们要叫他常住世间呢。那常住世间怎么办呢？找大经，哪个大经常，让他慢慢讲，反正他一个星期讲一次吧。所以我们8个同学联名请他讲《华严经》。那个时候我手上有一套《华严经》俗抄，清凉大圣现装书40册，我把这个书供养老师，请他讲这部经，是希望他常住世间。他每一个星期讲一次，旁边还有台语翻译。他讲经是1.5小时，台语翻译去了1半时间，一次只有40分钟啊，一个星期讲40分钟啊，我估计啊，他那一部经的时候要讲50年了。所以目的是要他常住。那么我去听经，我听了一卷。华严经我听第一卷，后面不要听了，我都会讲了。他在台中讲，我在台北讲，这个就说明一经通啊，样样都通。我听一卷呢，听听老师怎么个讲法，我就明白了。用华严经的开头很不好讲。一开头经文不是短呢，一共有11卷半的经文。这个经文实在讲的时候毫无意义，讲的会把人睡着了。念的时候都会把人念疲倦了，你讲怎么能讲得好呢？听一卷，听他怎么讲法。我听了他之后，我懂了，原来这一部分经文里面全是表法的意思，全部都是意在言外啊，活的不是死的那么你们现在听我讲，我现在讲到第几卷了？你们知道我讲第几卷？5卷是吧？7卷，我现在讲7卷，11卷半的经文，现在才讲到7卷，这个7卷讲了不少时间了，还不错，还没有把大家在讲堂睡着了，后面就有味道了，这一个阶段过去啊。解分，那就很有趣味了。那些东西好讲，最难讲的是开头。这个学华严宗的大德都感觉到非常困难。我当年在台北
讲华严的时候，台北有位老法师，华严莲社的南亭老法师，这个老法师非常难得，是个长者，对我也非常爱护。我在初学佛做居士的时候，就常常亲近他老人家，听他讲经。我那一年在台北市讲华严经，他曾经问了赵默林老居士，那个赵老居士天天来听我讲，他问这个赵老，华严经前面他净空法师他怎么讲法的？真难讲啊！所以好学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成功的关键。南亭法师那么大的年纪，我过去在大专佛学讲座讲经，他常来听。他是我们长辈，是个大德，我们见他一定要顶礼，所以他很技巧。我上了台，他才进来；我讲经的时候一下台，他就走了。他始终不让我去给他顶礼，这真是对于后辈爱护备至，我们对他非常的尊敬。那么这是说这个法宝啊，我们要重视，要认真努力学习，才叫真正恭敬。当然我们对经书法无要爱惜，珍惜它，这是应当的。更重要的是要妥善地去运用它，成就自己的智慧。这个不能不知道。第三呢，僧宝。僧宝是出家人，出家人的形象很可贵，真正学佛的人，不要去看他做些什么，不必去问这些，只看到这个外表。剃了头，穿上这个圆领大袖子，我们就要想到，僧是什么意思？如何把它落实在自己的生活里？诸位在受三皈的时候都念到啊，皈依僧众中尊啊，佛家讲的众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团体，人不能离开团体独立生活，最小的团体是家庭，夫妻儿女，小家庭，大家庭里面还有父母，或者有祖父母，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组成的大家庭，那是个比较大的团体。国家，这是世间最大的团体，众啊，团体的意思啊，众中尊的就是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一个团体。为什么呢？它是和睦的团体，叫和合僧。这个团体
遵守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六个戒条，叫六合敬。这个团体，佛在经上常讲，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恭敬拥护，所以它是释出世间所有团体的最尊贵的。我们对他恭敬，就是要向他学习。我们家庭要和睦，我们今天或者从事经营一个公司行号，我们的公司行号，老板跟员工要和好。大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领导与被领导和好，这个恭敬三宝就落实了。所以不要看出家人他干的什么，那个与我们不相干。我们看的是想提醒自己要修六合敬的。出家人身心清净，所以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应当要效法的。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们注重修行，修正我们自己一切错误的思想行为。我们从经论里面揭露五个科目，不能太多，太多了记不住，记不住等于没有用处。所以我们现代人修学科目越简单越好。这六个科目，第一个是敬业三福，这是基础。这里面说了三条，必须要做啊。第一条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头一条。你把这一条做到了，人天福报你得到。这三福人天福报的修学方法。第二条是从这个基础上再提升，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仪。二乘福，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的福报，从这里扎根的。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菩萨的福报。所以有人要问的话，佛法到底叫你们修学的是什么？你把这三条说给人家听就对了。大乘菩萨了，这个十一句圆满的，三条圆满的。我讲经啊，也常说啊，如果我们具足第一条，念佛往生西方净土，生凡圣同居土。你具足两条，一共有七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如果你三条都具足，
总共十一句，你都做到了，一生十报庄严土。这是佛法的基本教义。我们学佛学不好，就是把这些事情疏忽了。我们在家庭里面能跟父母处得好吗？能有那一份孝顺心吗？如果嫌弃老人，思想腐化陈旧，跟不上时代了，这不行啊！这是大不孝啊！那么换句话说，佛门里永远走不进。一念佛念得再好，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也不会来接引。为什么呢？不孝父母。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都是大孝之人。没有一个不孝顺的人呢，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佛念得再好，不能往生啊。佛教导我们没错啊，一开头就把这个事情教给你了。所以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念佛不能往生。你看这个话到这个地方来，还是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总是念念不忘啊，知恩报恩啊！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没有一个是不孝顺的，没有一个是忘恩负义。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所以三宝里面。三宝的形象，这个佛宝跟僧宝完全是提醒我们，见到佛就想到佛的恩德，见到僧就要想到佛所教导我们的六合敬。至于法宝，不但要尊敬，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佛家的经论太多了，从哪里学起呢？一定要有老师教导。老师教导一定是循序渐进。所以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第一步教我的是阿难问世佛偈胸经，这个经是小乘经。大乘佛法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小乘教你没有学，你怎么能学大乘？这一部经典不长，是个小部经典。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教导我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就教这两句无有虚伪谄曲之心，这三句都在里面。阿难问世佛偈胸经就是讲这个，教我们
要清净明思。佛说明，亲近一个好老师，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向老师学习？学习的时候应当注意哪些地方？都讲得很详细，很明白。我们没有学过，不懂得奉师师长，你没学过吗？古时候从小父母教啊，现在这个社会跟从前不一样了，夫妻都要上班，都要工作，对于儿女的教学疏忽了，儿女的教育啊，交给谁去教呢？交给家里佣人去教，自己成就了，底下一代毁掉了。细细想一想，得不偿失啊！到你以后后悔太晚了，来不及了。你要想底下一代好，底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好，你就要很认真地负起教化子女的责任。这个里面道理大了，影响也非常之大。黄念祖老居士引用行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几句话，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离义，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不知离义，则同于异类，不解佛法，则何以俗人。这是讲世出世间老师重要啊！父母生我们，老师教导我们，但是学生怎样懂得尊师重道，这个一定是父母教导的。学生为什么会尊敬老师？我明白。现在的人不同了。我还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第一次上私塾念书，我念私塾大概只念了2个多月。时间不长，这个私塾是在一个祠堂里面，我们是住在农村，但是我们那个地区文风很盛，诸位都晓得中国古时候有个桐城派，我们就是属于桐城派的，所以在这几个地区大概有3-4个县，桐城、舒城，我们是渝江这个潮县，这几个城市农村里面都念书，没有不念书的，文风很盛的，这个私塾先生大概都是前清的秀才，借祠堂这个地方来收几个学徒，
学生人数不多，只十几个人。年龄参差不齐。年岁小的像我们这个六七岁的，大的有十几岁的，有十五六岁的，都在一个课堂上课啊，每个人念自己的书啊。我们进学头一天上学，父母带着我们去见老师。我是父亲带的，母亲没去。带了礼物，要供养老师。进到学堂这是祠堂，在祠堂大殿供奉着有孔老夫子的牌位，大乘至圣先师牌位供在那边，先向这个牌位行礼。那个时候是古礼啊，三跪九叩首。我父亲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先拜孔老夫子的牌位。拜完之后，我父亲恭恭敬敬地请老师上座。我父亲带着我，也是他在前面，我在后面，就跟拜孔老夫子牌位一样，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你想想看，我们做小孩的人看到爸爸对老师这么恭敬，还能不恭敬老师吗？这父亲做样子给你看呢。这个父母这样恭敬，送上礼物给老师，老师要不好好的教学生，你能对得起人家家长吗？真负责任呐！不像现在啊，现在的时候，老师要是管学生的话，学生家长还会去告状。你说你这怎么办法？师道没有啦。学问怎么会成就？学问从哪里来的？从恭敬心里头来的。你看印光法师不是讲得很好，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我们现在对老师的时候，这一分恭敬心都没有，怎么会得到利益？我们只能够对老师起恭敬心，父母教的。父母不是嘴巴说说的，是做出来给我们看的，我们跟在后头拜。老师讲的话怎么会不听？自然是依教奉行。这古人懂得，现在没人懂了。现在教学艰难呐！所以想想去，实实在在悲哀呀！佛在经典常讲，可怜悯者，真正是可怜悯呐！不懂礼仪呀。礼是礼节了，义是道理啊！怎么能成就？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也办了一个佛学研究班他叫内典研究班。招收了八个学生，这八个学生都是大学毕业，参加过慈光讲座，从慈光讲座里面
血液拔出来的八个人，他们在这个研究班里面接受4年的教学，老师的目的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弘法利生。八个人当中有2个是女生，女生老师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一定要发愿，终身不结婚，他才收你，不要求你出家，一定要求你不结婚，这一生奉献给佛教，替佛教做事情，或者做护法，或者是做弘法。这个班开学，学生8个人，请了6个老师，6个老师，李老师自己是一个，其余5个老师都是他的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开学的这一天，学生家长哪里懂礼节李老师在前面，8个学生在后面。我们这5个学生，李老师的学生上座，因为我们是老师嘛。李老师带着这8个人的时候，给我们磕3个头他代表家长，代表家长的这个身份，领导8个学生，我们是用佛家的礼节，不是3跪9叩首，恭恭敬敬顶礼三拜。我想呢，这个表演大概是，在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次，可能以后就没有了。不容易呀！他还能做到啊！我们同学们看看，要不要表演给大家看看？这个培训班在开学的时候。你们这10个人都是老师，我代表家长，请你们上座，我带着学生来给你们顶礼，你们要不好好的教，你们就对不起人。常理应当是这样做法。什么叫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话不是这么随便说的，一定要懂得他这个精粹的意义如何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敬宗的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老实念，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呢，才老实啊！虚伪虚假的谄曲，我们一般人讲八戒。逢迎心术不正，他怎么会有成就？经文
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绝不是几个钟点呢能讲得清楚的。所以学佛要用真诚心，真诚心里面绝对没有谄曲，没有虚伪啊，要用清净心，要用平等心，要用正觉慈悲，这是我们从许许多多经论集结了十个字啊。平常大乘佛法里面常说发菩提心，这一句话不好懂，我们把它换一个说法，大家就好懂。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就是无上菩提心。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都是从这个地方学起。没有这个心，你就决定不能够入佛境界。不但是入佛境界了，连念佛求生西方净土都达不到。这才知道发心的重要啊。恭敬三宝，奉事师长，真诚心向道，这是菩萨修行的大根大本。世尊在一切经论里面以无比恳切的言辞来教导我们，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直到这一生修学成败关键就在这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